现在是2017南投灯会的闭幕烟火。不过今天风向不是很好，所以有点觉得有点乱乱的。好雾哦，据说会放15分钟哦，这样有漂亮吗？喜欢高空烟火，这种散的烟火还好。你们喜欢哪一种烟火？啊，就这样子，觉得美吗？可是很远嘛，不好意思哦，没去现场。不过想要让大家看看漂亮的烟火。呜呼！尖叫吧！不错吗？15分钟是一个好练拍的时光，哇，好大声哦！应该是有大的烟火吧？
那烟火都好小颗哦，看不是很清楚。比较喜欢大大的那个高空烟火。希望今年鸡年大家都能非常开心。火真的不容易耶，要稍纵即逝的美丽。似乎没有咯，我们这样先说拜拜咯，拜拜。